下一题请出题。梦多习惯不管到哪里旅行都要来一杯，请问他到以下哪个国家在公共场合喝酒不会被警察关切甚至逮捕？不会哦。 A 俄罗斯， B 澳洲， C 新加坡， D 法国。啊，好嘞，我的答案是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又是 D 哦啊！会不会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它只会 D？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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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！我一猜，一直猜，一直猜 ，D 二就不对，那我就改一下，改一下，好，确定。一，我的答案是 A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那改来改去到底怎么样？改来改去很好，恭喜。答错，哎 ，All right， 马丁有机会喽。那我的答案是，第一法国。第一法国，请锁定你的答案。我的答案是第一法国，是不是第一法国呢？恭喜，答对哦。Yes，Yes， 对吧 ？Yes， 耶、yeah.。低神回归，欸，奇怪，为什么元气是不是很衰？猜了一辈子低，然后你要改答案。这首平手嘛，这样子节目才好看。一比要，所以你是为了节目，为了节目，谢谢，好伟大，这好看脱嘞，没错，可能为了时间太短，对。哇，那继续吗？因为五抢三哦。你有自信吗，孟多？我觉得先不要换哎。好，先不要换，先不换，先不换，先不换，都不换。哎呦，都很有信心。等到二再好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骰子是人类最古老的休闲游戏之一，至今已有2000年以上日历史。相传西方的骰子来自古罗马士兵闲暇娱乐时骰在盾牌内的小骨块。到了今天，骰子游戏更是在酒吧喝酒时最受大家欢迎的游戏之一，更演变出不少其他的玩法，其中一种就是立骰。立骰是一种桌面特技表演，利用骰杯在不碰到桌子的情况下将骰子摇入杯中，然后当表演者动作停止的时候，拿起杯子的时候，杯中的骰子要完全竖立成直线状，请双方代表在1分钟内将骰子摇成直线状，先完成者获胜。不公平，不公平，耶，那个可以的，路打下不落，不用玩了，就可以带赢。就跟爱玩爱台湾的跟台湾人一样啊。那你们下一题出那个夜店地下打拳，梦多就赢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双方现在要比赛立骰，在1分钟之内谁先立起来就赢喽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计时1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哇！漂亮！这个太漂亮了吧！我们在马丁，马丁已经赢了啦，我们给他一次血次。好，可以，来来，给他100次了。这一题其实马丁已经定，因为他之前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很接近，差一点点，很接近，差一点点，就是吃到那个一点的手感，但是赢不了啦，太快。哦，太厉害了，是的，厉害，恭喜这一 round 马丁获胜。Alright, that's what we're talking about. 杜立队现在目前是2-1喽，所以只要杜立队这边再赢一题就赢了。你想下来吗？你没来决定。你要下来我就上去。哎，你要上去，我最强救援。你上来。好，我上来。好，那我来换筹码。确定哦。好，这个手续费要扣一半。换掉了手续费喽，那你们可以加码。哇，很多哦。马丁这边就继续嘛哦。好的，下一题题目是什么呢？请出题。刚在日本酒吧 happy 玩的费丹尼走在路上，发现眼前都是蓝色的。原本以为是喝醉，但抬头才发现原来路灯都是蓝色的。请问日本的路灯为何不是正常的白色、橘色或黄色，而是蓝色呢 ？A. 让街道晚上看起来更美观的设计。
B 比起正常的路灯颜色，蓝色比较不刺眼。C 蓝色让人家的注意力集中，减少车祸发生。D 可借由蓝色给人宁静理性的感觉，减少犯罪率。为什么这一题又不是梦多呢？对呀、啊，真的好。不能这么说、啊。没有，我没有讲任何的东西啊。说真的、啊。你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哦，谢谢。好，两位请抢答。所以问题是为什么？问题是为什么日本的路灯都是蓝色的？嗯，我那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因为我的印象中好像是绿是蓝色，就好像是因为在日本蓝色跟绿色就是从以前他们都是叫一样的。哦，就以前没有绿色，都是只有蓝色。哦，是这样。Midori 是新的颜色嘛？后面都是哦。但是这些都不符合嘛。我的答案是 D， 可借由蓝色让人宁静理性的感觉，减少犯罪率。好的，究竟答案是不是 D 呢？恭喜。答对。耶、yeah! yeah! oh, 真的、哦。I knew it. You guys are gonna make it. 我相信我在2000年，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为了塑造城市的形象，将某一区的路灯更换为蓝色。没想到当地的犯罪率竟然明显的下降哦。那这项数据呢，也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。在2005年，由奈良市的政府率先示范。证明在日本也有同样的效果，因为孟多没有住在奈良。哦、OK， 那这样理解的，恭喜杜立队以3-1获胜。耶、yeah! ！好，来秋后算账了，我们来拿钱了。好的。哦，这里下的哇，这边撇海了，撇海了，撇开来。太难了。对呀、啊，好，那我们去赔钱呢？算一下你们剩下的，请结算孟多这边是多少钱？我们剩下。15000啊、哦，好乐观哦，够烂，15000块钱，是的，杜立这边多到数不清，真的已经数不完了，对，太多了，63000，63000块，63比15000就对了啦，这样悬殊有点大哦。OK，、oh. 好的，那我们要再进行下一个题型啦。Hey. 接下来这个题型是什么呢？请出题。生活题。哎呦，刚才是夜生活，现在是生活题。哦，这是正常的生活，这也是新男朋友们最缺乏的。好了，双方代表请派人，然后因为是这个最后一 round 的关系啊，我们3-2。一样，最低5000，最高无上限。是的，哇，这个哎，答题者就比较快很准呐、啊，哈。对，没有啊？穿错边了啦，队长。你派谁？天哪，我看的是对的吗？我有看错吗？他们红圈圈居然套在蔡允杰的身上，这不是丢娃娃机哦？丢什么？丢抓娃娃那个丢圈圈有没有？好的。夜市很多。相信我啦，而且相信你，我们现在。哎、欸，恭喜你们，蔡允杰上场，恭喜，稳定的啦，恭喜，汤姆斯，加油，恭喜 ，OK 的啦，终于赢了，他们放水，有你知道吗？终于赢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加油，你们梦多队这边已经下完了是不是，都全部了 ，all in 啊 ，all in 啊，希望回来，也该是这样玩了、啊，没错，合理啦，合理啦，这可以有自信，对啊，他朋友最后拼一搏嘛，多一点，对对多一点，算了，队长多一点，这边 more， 你们这一关是放水嘛？没有，我想说我们现在就是要稍微压多一点，对，你们压60000。这样子，如果我们赢多一点，我们有多的钱，多一点的钱可以分享，是不是？啊、而且我最近就是我的车就是有点缺油啊，而且你没钱了、啊，运气现在正在旺。对对对，通常运气旺的时候要趁胜追击啊！你的车缺油，你本人缺钙吗？我是缺钱，好不好？我是缺钱。好的，双方都已经下完注了哦。哦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孟多这里你们已经不能换人了呢。因为这个没东西啊，他们有东西、啊。对耶，我百分之百小心。我们已经豁出去玩了，就这样吧。最后一注哎，而且呢，队员除了贾斯汀都上场了，这是对的。好，那双方就为了我们就出题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按下铃铛订阅我们的二分之一讲 YouTube 频道，最新影片随你看，精彩内容不漏接。